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上帝赐予伊的话，予咱通过伊的话，通亲像一面镜，照出咱的所讲、所行、所做，是毋是有合上帝驾驶？我毋忙通过恩典悄悄话，逐时阵用上帝的话，予咱会当逐日所讲的话、所做一切代志，拢会荣光主的名。今日的经文就是记载伫合该书一章一节到十五节。总是我要用其中第四节到第六节来甲大家分享。这间店犹原荒废，这兼是恁家己徛起天花板的厝的事吗？但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：恁要省察恁的所行，恁也种子多，收成少，恁吃也吃未饱，饮也未止渴，穿衫也未烧，得到工钱的用工钱下地。化空的地啊，要省察家己，也是家己省察。这就是当咱来到伫上帝面前，面对着咱家己的失败、挫折、过失、欠缺的时阵，咱所得爱有的积极的态度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原则。这段经文有两摆讲到，恁要省察恁的所行。当这些百姓受了了后，倒转来的先知合该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，让百姓呼吁讲出这些话呢？先知合该因带百姓去看四周围的情形，甲一挂反常的经历，同时也呼吁百姓爱彻底去反省。为什么因打拼付出一切这劳肝劳血，总是却无法度通得到好的成果呢？虽然困境是咱所不爱接受的，总是伊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困境有伊的价值。虽然有的患难无一定是犯罪来的，总是上帝的确会通过这些苦难来刺激咱，予咱反省咱所拄到的问题。当时对波斯地转来的百姓，爱负起重建圣殿的使命，总是现在却因为大家人只干呾顾袂起家己的厝体。佮加上有敌人的阻挡，所以百姓就提出一个借口，伫第一章第二节安尼讲，一个百姓讲起耶和华殿的事，迄个时还未到。总是这个时阵，合该嘛听到上帝的话安尼甲伊讲，伫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安尼讲，这间殿犹原荒废，这兼是恁家己徛起天花板的厝的事吗？但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，恁要省察恁的所行。恁也种子多，收成少；恁吃也未饱，饮也未止渴，穿衫也未烧。得到工钱的，用工钱下伫破空的地啊！咱无将上帝代志摆做第一优先，就亲像用滴拿的羊水同款，永远流袂掉，永远拢流甲无半滴。人为着这款做白工的代志，就是咧浪费最侪时间。有一个人写批给苏联非常出名的作家屠格涅夫，伊讲我即马才了解，人生上界重要的代志就是把家己放伫第二位。总是这个屠格涅夫却安尼回答讲，总是照我来看，决定把什么放伫家己的头前，也就是第一位，迄个才是整个人生的大问题。什么是你人生放伫头一位上界重要的代志？是财富，是名声，是关系，是地位，是亲情，是家庭呢？当你死了后，你要留落什么人？什么予人笑脸？当百姓听见先知合该的话，在上帝面前诚心敬畏，因为上帝感动犹大圣长所罗巴别、约撒达的子大祭司约书亚，以及所有流亡倒转来的百姓，因就起来为上帝万军的统帅。重建圣殿，圣经记载，这是伫六月二十四日。使徒保罗伫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安尼讲：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活的、生的，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心灵的服侍，无得甲这世间相款，得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。通欢喜顺转的旨意，咱生活伫这样繁杂的世界内面，
其中要选择什么，那个是上界重要，是上帝所欢喜的，那个才是上界重要。所以咱唔通甲即世间相反，爱将上界重要的优先去做，安尼真正的复兴就要来开始。愿上帝帮助，予咱省察咱家己，会当照上帝心意去行。愿主帮助咱，同心三个来祈祷。主啊，你是阮逐日的瓦壳甲帮助，伫即个混杂的世界，阮每一天的生活所行所做有做做，阮有失措。阮要伫主你的面前来省察阮家己，愿主你帮助阮，通过你的话，搁一遍来试察阮。予阮通知影，阮每一天的生活所讲所行所做，有合上帝你的教示，有行伫上帝你的旨意啊无？恳求你显明你的话对阮讲话，予阮会当深知上帝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愿主你继续引带，予阮行伫永远的道路。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